我们先前呢讲过，北魏的开国皇帝呢道武帝拓跋圭，哎，这个人挺有本事，等于是他奠定了整个的这个北魏国家的基础啊。那么在拓跋圭末年呢，他就决定立当时啊他的儿子，拓跋嗣为太子。当时的拓跋嗣呢，在魏国等于是齐王。 按照北魏宫廷的旧例，它有个子贵母死。什么叫子贵母死呢？只要是立继承人，这个太子就一定要先把他的生母杀掉。于是呢，道武帝拓跋圭就准备赐死拓跋嗣的生母刘贵人，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拓跋嗣这个儿子招入宫内，当面训导他说：“当年汉武帝杀勾践夫人。” 就是提防母壮子幼，母后临朝乱政，搞出吕后啊那样的局面。现在呢，朕准备立你为太子，就是要效仿古人的做法，就是要效仿汉武帝的做法。实际上，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国家长久之计。这位拓跋嗣呢，天性非常孝顺，而且呢，他又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应该呢，还是接触过。 按照北魏的宫廷啊，那孩子一生出来之后啊，就跟生母隔离。但是这拓跋嗣呢，肯定是见过他的生母。现在呢，听这个当皇帝的亲爹这么一说呢，他当时就哀嚎不已，伏地痛哭，就求他爹，啊，能不能别把我妈杀掉？当时呢，惹得这个道武帝拓跋圭大怒。你想，道武帝拓跋圭他不是正常人，他天天吃寒食散啊，基本上属于半疯半狂的一个状态。 他就怒斥儿子：“你赶紧给我滚！”拓跋嗣呢，回到自己住处，日夜豪气，如痴如狂。道武帝拓跋圭很快就听说这个情况了，就派人呢再把他招入宫内训话。听到这个消息呢，拓跋嗣他左右那些宫人、患者啊、宫女就劝他，千万别再入宫了，皇上天天杀人。大怒之下，殿下您入宫说病，当场就被杀了，不如啊您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皇上怒气消解之后，再入宫不迟。拓跋嗣呢，当时还挺听劝，就带着两个随从跑出都城平城藏了起来。不久呢，道武帝拓跋圭的另一个儿子，咱们先前也讲过，清河王拓跋绍入宫弑父，因为当时这个拓跋圭啊想把他这个拓跋绍的亲妈这个给杀了，等于是道武帝死于这个逆子之手。 那么第二天中午呢，刚刚杀掉他亲爹的这个拓跋绍的清河王就把百官召集在端门，隔着大门，他从门缝就问百官：“我有叔父，也有哥哥，公卿众人，你想拥立谁啊？”大家一听这个清河王拓跋绍此言，愕然失色，没有搭腔的。过了好久，有个南平公叫长孙松，他就回答：“我们拥戴王爷您。”因为这个时候。 大伙儿一看，就他在宫内，只能拥戴他了。由此呢，群臣才知道，道武帝已经死了。那么这皇帝死了，大伙儿议论纷纷，都知道。你看，拓跋圭、道武帝啊，死因可疑。至此呢，人怀异志。拓跋绍当时毕竟是少年王爷，你想16、17岁啊，他又没有什么，特别有大志啊、有计谋的大臣辅佐他。 听说外面人情不安，他就只知道从这个皇家府库里啊，搬出大批的金银财宝，布帛赏赐王公贵族，就是施这些小恩啊，想这个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先前外逃的这个太子拓跋嗣啊，听说父亲道武帝被弑，就偷偷的向都城奔还。那么拓跋绍呢，几次派人寻找他哥哥拓跋嗣，就想把这个太子大哥杀掉。 几次都没得手。那北魏都城平城内的百姓和大臣呢，得知太子拓跋嗣正往城里赶，奔走相告，欣然响应，纷纷出城迎接。拓跋嗣呢，所以说在城西一露面，宫里的卫士啊就把一直混在皇宫内的小坏蛋这个拓跋绍抓起来了，送给拓跋嗣论处，因为都知道是他把这个皇帝弄死的。在大臣帮助下，拓跋嗣就下令把拓跋绍还有他生母贺兰妃全部杀掉。 当年呢，他就登基为帝，时年18岁。北魏的这位拓跋嗣呢，这位皇帝呢，就是北魏历史上明元帝，在位15年。这个人呢，礼爱儒生，谦虚好学，而且呢，他的这个内外啊这些关系都处得不错。可以称得上是北魏开国以来啊，比较仁厚的守城之主。当时在中国南方呢，出身寒微的这东晋权臣刘裕，因为军功步步高升。 你想灭了邪教头子孙恩、卢循，杀了自称皇帝的桓玄，继而灭亡了南燕。刘裕本人呢，他就成为东晋南朝第一位平灭北方国家这样一位大英雄。接着呢，刘裕又平定蜀地，然后呢，他开始挥兵呢进攻啊当时这个姚氏的秦国，也就是历史上16国当中的后秦。后秦当时的国王呢是特别懦弱，特别这个仁弱的这个书生姚泓。 加上这个后秦的宗室啊，内讧连连，他只能向这个拓跋嗣求援。北魏大臣这个时候就愤愤劝拓跋嗣，咱们出兵啊，援助这秦国，想从中捡便宜。唯有汉族大臣崔浩劝刘裕必克姚泓，陛下您虽有精兵，但没有良将可使，不如咱们安静等待，静观局势。刘裕灭掉秦国之后，肯定返回南方去篡位。 到时候啊，我们再把关中啊这个尽为己有。拓跋嗣呢，当时对崔浩的这个意见呢，还是表示赞赏的，赏赐崔浩御用的这个御酒，还有水晶盐这些的奇物。但他毕竟呢，想从这交战双方当中取利，就派出他大将长孙嵩，等一系列将领吧，沿着黄河呢就尾随晋军，随时准备攻击晋军。 东晋统帅刘裕啊，你想他很生气，就在黄河北岸，我们前几集讲了，摆了个雀跃阵，以2700士兵加上100张可发坚槊的那种大弩，大败魏军3万多人。所以说呢，结果这次这拓跋嗣等于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那明元帝拓跋嗣呢，这个事后呢又惭愧又悔恨，就赶忙向这个崔浩道歉。 刘裕灭秦之后，就灭掉后秦之后，果然急急忙忙就回建康篡位去了。那关中不久呢，这个地区啊就被这个赫连勃勃这个赫连氏的军队夺占了。当时是公元418年，那么留守关中以及后来赶来援助的数万晋军呢，全部都被赫连勃勃的夏军杀掉。那么在明元帝拓跋嗣的太常5年，也就是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就公元420年。 刘裕呢，果然带晋称帝，为此呢，拓跋嗣连称大臣崔浩，你真是有先见之明，什么事儿都被你猜对了。明元帝拓跋嗣和他父亲拓跋圭一样，干嘛呢？喜欢吃那个寒食散。我们要知道，帝王为了长寿和壮阳，总是吃那种我们今天看来实际上都是毒药的东西，因为其中是有毒的矿物质不少。没过几年。 就会使一个身体非常健壮的正常人啊，就濒于死亡，因为他那个矿物质对肾呢、对内脏损害特别大。由于这个猛药吃的过多，拓跋嗣多年以来一直是疾病缠身，加上当时天灾人祸不断，他就呢向这个崔浩啊问计，就说你看我这身体一直不好怎么办？崔浩当时就劝明元帝早立皇子拓跋焘为太子，以定国本。 因此呢，在太常7年，就公元422年，拓跋焘呢就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当时这拓跋焘才多大？才12岁。我们要知道，北魏的太子监国跟后来明清啊那些皇帝出征的时候啊，派自己儿子太子监国，那就跟摆设一样。北魏的太子监国是实在的代摄皇帝的这个职位，他有自己的一套大臣班子和办事机构。 那么经过暗中观察呢，拓跋嗣一看，发现这儿子拓跋焘聪明果断，见识深远，虽然才12、13岁，确实是好孩子。而几个辅佐大臣呢，忠厚贤良，确实能支撑起魏国的大业。为此呢，这个拓跋嗣心中还特高兴。同年秋天，南朝的宋武帝刘裕病死了，明元帝拓跋嗣又准备攻伐宋国，大臣崔浩呢就表示异议，就认为你看我们魏国还有宋国几年以来礼尚往来，没有正面冲突。现在呢，人家有国丧，咱们趁丧伐人，不仅理亏，而且不一定成功。拓跋嗣不理会，就说刘裕当年就是趁着姚昕刚死而把这秦国给灭了。现在我们呢，趁着刘裕刚死，我们攻伐宋国，理所当然。崔浩就劝，当时姚昕死后，他的几个孩子、几个儿子互相内讧，刘裕才有机会灭掉秦国。 现在呢，刘裕虽然死了，国内军心民心根本就没有变化，他们必死力拒战。拓跋嗣不听，发起大军，大举攻宋。他先派出大将西金啊那些人率领2万人渡黄河，他自己随后呢亲率5万多精兵随后前行。战事一开始呢，崔浩建议，既然咱们打了，咱们就先掠地后攻城。拓跋嗣又不听，不停派大军猛攻宋国各个坚城。虽然说最后啊，什么华台啊、虎牢啊、数座重镇都被魏军攻克了，但是你知道，在古代攻城是死亡最多的，因此呢，魏军伤亡惨重，大伤元气，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明元帝拓跋嗣呢，身体本来不好，御驾亲征之间呢一路颠簸，病情呢就越来越重。公元423年这个年底，拓跋嗣就病死了，当时呢32岁，他的儿子呢拓跋焘就继位了。这个拓跋焘呢，就是北魏赫赫有名的太武帝。北魏的明元帝拓跋嗣呢，在北魏当了皇帝15年呢，可以说是北魏初期一个重要的过渡性的帝王。明元帝拓跋嗣死了，他的儿子拓跋焘呢，也就是北魏太武帝，有勇有谋，在崔浩等人辅佐下呢，终于成为统一中国北方的雄霸之主。这个拓跋焘刚出生的时候啊，这大胖小就体貌贵异。当时的道武帝拓跋圭啊，见到这大胖孙子就称其大悦，叹道：“成吾业者，必此子也。”就以后我这孙子啊，肯定能使我们魏国的霸业越来越大。北魏在北方的敌国柔然啊，听说魏国明元帝拓跋嗣病死，他也来个因丧伐人，派遣6万铁骑突入云中。云中就是今天内蒙和林格尔西北那地方，在当地杀掠利民，而且把代国的旧都啊这个盛乐给攻陷了。代国呢，也就是北魏的前身。柔然这个部族呢，似乎也是鲜卑族的一个近支。北魏立国的时候呢，柔然也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东起外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扩贝加尔湖，南到大漠的强大农奴制游牧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柔然一直是北魏在北方最主要的敌人。当时呢，时年才14岁的拓跋焘啊，闻讯大怒，他自己亲自率领骑兵，马不停蹄，疾驰3天3夜，直抵云中。由原当时的可汗啊，叫这个哥生盖，这个字儿在这儿不念和，念哥，就是回合的和。他看见这个魏地啊独特的伞盖，因为当时拓跋焘他的那伞盖跟别人不一样，立刻下命就是自己手下军队赶紧给我包围，铁骑层层啊50余重。但是呢，我们这位鲜卑少年拓跋焘骨子里只有骁勇善战，望见这个敌人的铁骑重重啊，神色怡然，丝毫不变。他手下那些魏军将士一看皇帝如此镇静，恐惧心也就没了，杀心顿起，拼死进攻，而且在阵中呢，还把柔然的这个大将于志金当庭给射杀了。柔然国主这哥生盖呢，见势不妙，调转马头，狂逃而去。太武帝始光2年，就公元425年11月呢，拓跋焘亲自率军，分5道征伐柔然，越过大漠，直击柔然腹地。最终打这个哥生盖可汗啊，属下的部落离散，大败而逃。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啊，这柔然的国主哥生盖他都不敢再次兴兵犯边。那么赶跑了柔然的入侵之后呢，太武帝拓跋焘更加细心爆棚。公元425年，也就是太武帝的始光2年，宋文帝元嘉2年9月呢，夏国国主赫连勃勃暴死。这位赫连勃勃呢，就是曾经帮助前秦大帝苻坚灭掉11件代国的匈奴那个铁佛部酋长刘卫辰啊，他的儿子是唯一跑掉的儿子。所以说呢，赫连勃勃他本来就应该叫刘伯伯。赫连勃勃这个人长相呢非常英俊，身材魁伟，高8尺5寸，姿容秀丽。他的父亲刘卫辰和宗族5000多人。都被那道武帝拓跋圭都给弄死了，都灭掉了，这个杀掉，扔入黄河。就他跑了，当时他跑到哪儿？跑到后秦，后秦的国都长安。后秦的皇帝当时是姚兴，看见赫连勃勃这小伙这么帅，这么漂亮，言语之间的这个应答又很流利，非常喜欢，就让自己手下的高平公莫义于收留他。这莫义于也当时是一个大的部落酋长。莫义于呢一看赫连勃这小伙子相貌堂堂啊，就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他啊做老婆了。不久呢，姚兴又下诏委任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然后把那个鲜卑族属2万多户啊，就归他统领，帮助莫义于啊镇守朔方镇。没过几年，这位贪暴无情的赫连勃勃就忽然把他老丈人杀掉了，把他老丈人手下的人马都弄过来，自称大夏天王，自立为国。至此呢，这位刘勃勃就改姓为赫连，什么意思呢？家族显赫，上于天连。与他自己有血亲关系的部族呢，均改姓为铁伐，意思是什么呢？刚锐似铁，皆能伐人。刘裕攻灭后秦之后啊，赫连勃勃趁着刘裕回朝的时候，他那儿子在长安这个做统帅的时候，就大破晋军，大败他那儿子刘义珍，然后呢还把几万的这个被杀的晋军人头啊这个堆起来，堆成金冠，号为骷髅台。同年呢，赫连勃勃正式称帝，定都统万城。赫连勃勃最出名的呢，就是他凶残暴虐。这赫连勃勃是匈奴的这个族属，视民众如草芥啊。他当时命令工匠呢征土啊，筑统万城，城墙完工一段就以铁锥试验，只要能扎进1寸，他就把这一段的筑城的这个匠人全部杀掉，而且把尸体筑进墙内，再换一批工匠啊，接着筑。那么在大夏国制造兵器的这个匠人最惨，必死无疑。制弓的匠人献弓，然后他立一个甲，如果射甲不透，立杀。这弓不行啊，如果射甲透露，马上把制作铠甲的匠人叫过来杀头，循环往复，反正难逃一死。而且赫连勃勃这个人，他在晚年常常喜欢坐在城上，然后把他弓啊、刀啊，放在这个旁边，看谁不顺眼，他就把谁弄死。赫连勃勃这个人呢，他虽然暴虐，但他的志向特别远大。他把那个京城南门名为朝宋门，意即是宋国来朝；东门为昭昧门，意即是使这个魏国来怀服；西门为浮梁门，意即是以后一定要征服西凉；北门呢为平朔门。意思自己一定要一统朔北。那么在这位大夏国主的统治末期呢，就更加的荒淫残暴，就是没事杀大臣、杀人啊，那就跟玩儿一样。虽然如此残暴，但赫连勃勃这个人，他以他赫赫武功，连使臣最后啊都不得不赞扬他几句，言其气势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而醉心，宋子路闻之而色动。岂阴山之蕴意气，不然何以至斯乎？就是这个人太漂亮，太有能耐了。这个，你说他这个，无论是他的功法，他的决断，无论是姚兴还是刘裕啊，这些人都对他心动，这都对他感到害怕。所以这个人啊，肯定是有他的这个天才之处。赫连勃勃呢，原来的太子是赫连悝，但草原的胡人的传统一直喜欢小儿子，后来他又想立他小儿子赫连伦为太子。那赫连悝听说之后就非常恼怒，忽然兴兵把他弟弟赫连伦给攻杀了。那么当时赫连勃勃第3个儿子赫连昌闻讯，就即刻提兵杀掉了赫连悝。赫连勃勃一高兴，就立赫连昌为太子。所以说呢，赫连勃勃死后呢，就他的儿子赫连昌啊当上皇帝。当时这个鲜卑君主啊，他不像汉族啊，那讲究什么礼部罚丧啊什么的。听说赫连勃勃死讯，北魏雄才大略的太武帝拓跋焘召集大臣商议就攻伐夏国。魏国宗室这些勋贵们大多主张咱们应该先攻柔然，然后呢再攻伐夏国。唯独呢汉臣这个崔浩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呢柔然鸟击兽钝，我们举大众追之而不能，轻兵袭之而不足。击灭柔然很难。赫连国呢，你看国土不过1000里，政行残虐，人神共愤，我们应该先把赫连夏国灭掉。太武帝拓跋焘呢特别信任这个崔浩，就在始光3年，就公元426年10月，他先派出大臣大将西金率4万大兵突袭蒲坂。蒲坂在哪儿？就今天山西永济。然后呢他自己亲自率领大军直扑夏国。大军到达君子津，就是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那地方，天寒冰结，拓跋焘呢自己率领2万轻骑就渡河直袭统万。统万城啊，在今天陕西的靖边县，我还亲自去过那地方。夏国的皇帝贺连昌出城迎战，一触即败，慌忙退入城内。 魏军啊，这一次在周围杀掠一番，获牛马10多万，然后扬长而去。同年夏天呢，打了一圈之后，拓跋焘再次率领人马又来了，背道兼行，再扑统万城。这次到了城下呢，这个魏国人啊，知道攻城太难，就把老弱残兵啊绕城示弱，把精兵埋伏在深谷之中。夏军这个有观察的哨啊，这一看，哎呦，这次魏国来的兵马不行。 然后就马上鼓噪出城追击，这时候正好要风雨从统安城方向的顺风朝着魏军扑来。拓跋焘手下的亲信太监有个叫赵尼的就劝：“你看现在天不助人，风雨方向正和我军相逆，冲杀都看不清，将士饥渴，不如陛下您率兵躲一躲，来日再战。”当时呢，拓跋焘手下的汉族大臣崔浩也在旁边，赶忙一旁呵斥那太监。 我军千里制胜，正是演习不易，怎能改变主意呢？太武帝拓跋焘对崔浩大声说了一声“好”，马上挥兵迎前。混战当中，拓跋焘身中流箭，战马重伤倒地，他自己差点都被夏兵俘虏了。然后他换马再战，这位魏国皇帝亲手刺杀骑兵10余人，击杀夏国大将1人。乘着这个盛世啊，这个北魏的军队啊，高呼追击，一直到统万城的城北。 贺连昌呢，本来率领兵马来跟这个魏军来打，这个时候就来不及入城，急忙呢奔逃到上邽。拓跋焘呢，只率少数几个从人就直追入城了，沿路砍杀。夏兵发觉之后呢，立刻紧闭4门。拓跋焘，你想他以皇帝之尊，身边就带着几个人，忽然发现身后的北魏士兵根本没来得及跟得上，后头没有援兵，城门已经关上了，没办法。 慌忙啊，找了一些妇人的裙子，然后系着，等于系成那种带子，然后就挂在那个槊上头，挂在那个大枪上头，往下吊人。这几个人最终呢，勉强逃出城外。我们要知道，那统万城特别高峻，即使在宋朝被平毁了之后，我去那靖边县，到那个统万城看，都高的都觉得都眼晕。你想。 这个拓跋焘当时以皇帝之尊，然后用那个大槊弄了一些布袋，最后逃下去。就从某种方面说吧，也是当时的这个天命吧，天命所在。你看这位这个九死一生的这个皇帝拓跋焘啊，他就能逃出去。他逃出去了，夏国都城内呢已经没皇帝了。当时天色又黑，坚城后墙就再也没用了。 跳落城外的拓跋焘马上指挥大军攻城，因此呢，趁着天黑一会儿功夫，魏军呢就乘乱攻入城内，也没有杀伤多少兵马。太武帝拓跋焘就把赫连勃勃修治多年的夏国都城统万城，给攻陷了。魏国军人呢，把这个当时这个国都内的夏国王公后妃全部俘虏了，获马30万匹，牛羊数千万头，珍宝无数。 天亮之后呢，太武帝拓跋焘骑着高头大马进城。他当时看着那个穷极文采、雕梁画栋那个壮大的那个台榭，再摸一摸坚硬的可以磨砺刀斧那个统安城的城墙，就叹息道：“坠而小国，使用民力至此地步，怎能不亡呢？”那么夏国那个皇帝贺连昌呢，一路溃逃，他退保平凉，平凉就是今天甘肃的平凉。到此呢，已经大势已去了。 不久呢，他就被魏军呢大军包围了，就生擒活捉了，送往魏国。太武帝拓跋焘呢，一看那贺连昌那小伙子体貌不凡，惺惺相惜呀、他就把他的妹妹史平公主嫁给了这个贺连昌，封这贺连昌为会稽公，经常带着贺连昌一起和他这个妹夫，就是翻山越谷打猎游玩。贺连昌这个人呢，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是个亡国之主，但这个人这身材高大。 相貌英伟，素有勇名，而且呢，他还是个神箭手，因此魏国群臣经常劝拓跋焘：“您说您提防他点儿，你好，经常两个人后头的卫士也跟不上，您就跟他两个人奔入密林之中，万一他怎么样？那怎么办？”拓跋焘对此一点都不在乎，大大咧咧，就对着臣下讲：“天命有在，意何所惧？我身上有天命，他又敢对我怎么样呢？赫连昌被俘之后呢，赫连勃勃的第五个儿子赫连定自立为帝，他就率领残军不断的袭扰魏军，而且呢还一度啊这个得胜，把北魏的名将西金啊、额秦啊等什么这些人全抓起来了。后来四处兜转之下呢，赫连定率领兵马袭击西秦的国主乞伏穆谟。乞伏穆谟呢，当时是被北凉的沮渠氏啊打得四处逃窜，已经向北魏这个投降了。等于他和他手下军队接受了北魏的封爵，向北魏指定的平凉方向集合，就正式准备举行这投降仪式。半路呢，遇见了赫连定，哎，这位天生杀才，忽然出兵。打得乞伏穆谟大败出降，而且临阵就是杀掉了这位这个北凉国主。太武帝拓跋焘知道消息之后呢，也不敢怠慢，马上亲率大军去讨伐。赫连定呢，这个时候呢就向河西方向逃窜，在黄河边上呢，却被鲜卑这个魏国另外一个旁支吐谷浑部族偷袭，大军败亡。赫连定自己呢也被活捉。赫连定这位俊美的小伙子被送到这个拓跋焘这个营帐之后呢，他就没有他哥哥赫连昌那么好运。这个拓跋焘特恨他，当即呢就被拓跋焘下令斩杀。过了几年呢，已经当时获封为北魏秦王的赫连昌想趁机外逃，估计他在北魏待着也憋屈，被魏国守将杀死。拓跋焘呢至此大怒。把他先前啊，被俘的这个赫连昌的几个弟弟，本来都已经委任为官职了，养得好好，这阵全部抓起来，一个不剩，全部杀掉，包括他那些宗族亲戚。由此呢，赫连一族也是灰飞烟灭。大夏国，也就是历史上的胡夏国，这个号称要一统天下万城，皇族赫赫上与天连的国家，从赫连勃勃自己算起，一直到赫连定，满打满算呢，就是维持了25个年头。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哎，梅老师，你这个网名不是赫连勃勃大王吗？这个我告诉你，2003年的时候，我在网上写东西，当时呢，我正读啊这个晋朝这个历史啊，包括这个赫连勃勃的载记，就觉得这个人，你看，游击战之神啊，这个特别好玩。你想当时这个我们在网上混的，就是都喜欢起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我就想起名赫连勃勃，结果呢，当时这赫连勃勃被人给注册。这个人日后也没用这个 ID， 我一看就加俩字儿，赫连勃勃大王，所以就一直用到今天。但实际上呢，我跟这个赫连勃勃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姓刘，因为梅老师姓梅。我们上一集说到，这个魏国的太武帝拓跋焘，把这个赫连勃勃大夏国给灭掉了。灭掉之后呢，他很想啊，就趁着这个盛世，北击柔然。当时呢，魏国的大臣啊、军将都劝阻他出军。对朝政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这个拓跋焘的这个乳母保太后窦氏，啊，也竭力劝阻，就咱千万别去。那么自然那些大臣啊，这个军将啊，都认为什么呢？柔然，你看这个地方地荒人远，其地呢得之不可以耕田，其民呢得之不可以御食。你打败他有什么用？大老远去打他，而且浪费国家的财物，劳损啊我们这个士兵还有马匹。魏国所有大臣当中呢，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啊，他打柔然，唯独大臣崔浩一个人力主拓跋焘，一定要北击柔然。他怎么说呢？他就这样说：“柔然乃我大魏北边的这些叛吏，就从前本来就是我们属下这个部落，后来叛我们自立，还立成一国。如今呢，诛其首恶，收其善民，让这个柔然的部族啊为我们大魏效劳，绝非无用。而且呢，漠北高梁之地，水草丰美。” 如果南人那样的军队追击，估计那真是难以追到。他所谓的南人，就是东晋的汉人的那些军队，但我们大魏兵马完全不一样。柔然军呢，它能远遁，我大魏兵马也可以远逐，与之相进退，绝非难事。而且呢，柔然啊这些军队啊，多年以来一直入侵我们的边境，民力震恐。如果现在我们不趁虚演进，破灭齐国， 以后柔然肯定还会大举入侵我们的国境。听到崔浩如此建议呢，太武帝拓跋焘呢就大义已定，决定派大军攻伐柔然。北魏的朝臣知道皇帝的意思已经决定了，都不敢再这个争辩了。下朝之后，也有不少贵臣围在崔浩身边，纷纷指责他，指责什么？当今无贼难寇， 我们却舍之北伐，无贼就指宋国。北面柔然远遁无踪，后面又有这个吴人攻至，至危至险。崔大人，您怎么能给皇帝出这种馊主意？崔浩呢，当时胸有成竹，就反驳道：“我们根本用不着顾虑宋国，今年不摧灭柔然，则无以御南贼。就说如果我们今年不把柔然国灭了，你 根本不可能抵御这个宋国的这个入侵。从前呢，出击柔然，宋国对外宣称啊就要发军攻打我们大魏，因为我们从前打过柔然，当时他就说要来，结果你看这么几年也没见宋国的军队来，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旧伤未愈啊。当年刘裕得关中，留他的爱子刘义珍守长安，精兵数万，良将尽卒，最终呢不能固守， 全军覆没，江南人的嚎哭之声啊，至今都没有停歇。如今呢，我们大魏势马强盛，又刚刚击灭夏国，夏国的赫连勃勃当时就是击败他们在长安的。现在我们把夏国都击灭了，宋人怎么能现在敢来就是主动攻击我们呢？柔然方面呢，仗势他们自己在的地方又远又荒，想当然就认为我们大魏军力是不能到达的， 所以肯定对我们没有警戒之心，因此呢，这些人夏天散种放牧，秋天呢马肥而聚，背寒向温，南来超扣我们的边境。我们现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大军呢忽然赶到，柔然部族肯定是惊骇兴散，望尘奔走。如此呢，趁他虚弱的时候，我们一举而灭齐国，正可谓是暂时的劳顿，永久的安逸，必收长久之利。 所以说，崔浩洋洋洒洒这一顿话，魏国大臣们也无言以对。这次呢，太武帝拓跋焘出征，魏国大将重臣，只得跟着皇帝、跟着军队一起去进伐柔然。当时魏国有个道士叫寇谦之的，他和崔浩关系特别好，他也将随着这个皇帝一起出征，他就心怀疑虑，就问：此次行军真能打胜吗？崔浩就说了：必胜无疑。 但我怕这诸将还是心怀畏惧，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可能啊未必会取得全胜。所以说，崔浩绝对是个人才，而后所发生的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公元429年夏天，拓跋焘率领魏军大举北伐，柔然呢确实没有任何防备。当时呢，他部落的那些民众啊，那些牲畜啊，漫山遍野都是。 看见魏军忽然就来了，惊步四奔，仓皇逃命。北魏大军呢分军就开始这个讨伐杀戮，东西5千里，南北3千里，一下把柔然部族打得大败，俘获的畜产车卢漫山遍野，全部都成为战利品了。那么原先投附柔然的高车这个部族，趁机也大杀柔然兵将，归降魏国。这个高车部族 多少人归降了？30余万帐落，就是上百万人。太武帝呢，拓跋焘沿这个弱水西行至卓耶山，若水呢，在今天蒙古境内；卓耶山呢，在今天的阿尔泰山东南那一带。一路上连连取胜，柔然国主吓得是一律狂逃。大胜之下呢，北魏的许多大将呢，就怕大军深入啊，遭遇到埋伏，纷纷劝拓跋焘：“哎，咱别再追了。”这个时候呢，随军的道士寇谦之啊，就想起崔浩的原话，就劝皇帝穷追。 那为什么有道士随军呢？因为这个太武帝拓跋焘特别信奉道教，后来他还灭佛，所以说他身边有道士跟着他。一向勇武敢战的拓跋焘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想继续追击了。估计得了这么多人，得了这么多牲畜马匹，啊，见好就收。他也不听道士寇谦之的话，满载着战利品，命令魏国军队慢慢往回走。结果呢，在魏军的回军途中就得知。 柔然的国主啊，柔然的可汗遭到如此大败，惊惧生病。当时身边只有数百个人，躺在那车上窜入山中逃亡。柔然属下那些这残余的兵民啊，基本上没人统御，乱哄哄的这个到处乱窜，方圆60里地兵民相杂。当时如果魏国大军呢，真是穷追不舍的话，只有距离他们多远的路程？只有180里的路程。只要是。 当时太武帝听那个寇谦之的话，一举追击的话，肯定就把柔然可汗啊什么的全部都生俘了，把那些残兵败将全部都歼灭。不久呢，来往凉州一带做买卖那些胡人也带来了消息，就是同样证实了，就是先前的那个信息是真实的，表示说呢，当时魏军如果再追击2天时间。 肯定就把柔然的那些可汗啊，还有余众啊，尽数歼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太武帝拓跋焘啊，确实是后悔莫及。那么宋国方面呢，一直到魏国的大军都把这个柔然的军队打跑了，弄了一大堆的战利品，回到都城平城，这个南方这个宋国一兵一卒也没有出。这个结果啊，跟这个崔浩事先预料的一模一样。 从此之后呢，太武帝拓跋焘呢对大臣崔浩啊言听计从，而且呢他就下令给他各位那尚书大臣，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截断，就先向崔浩大人咨询，然后施行。就说你都不用问我了。后来呢，太武帝拓跋焘就在公元443年和449年2次亲征柔然，打得柔然节节远跑。 基本上呢，再也不敢主动的侵扰魏国的这个边境。打击柔然势力的同时呢，太武帝拓跋焘还继续巩固他的祖父道武帝时代的设置的北部的那个军镇，修筑长城啊，这长城绵延3000多里，设置6镇，而且下诏呢，迁移许多柔然啊、高车降附这个部民到6镇当中，形成了一整套严备的边戍制度。 同时呢，魏国又派出这个官员啊、军队啊，积极戍守这些地方。当然了，最后北魏灭亡也是源于6镇起义，这是后话了，我们后面会提到。千里迢迢啊，急行军给了这个柔然帝国以这个沉重打击之后呢，太武帝拓跋焘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占据一方的北燕。 那么说起16国中的几个燕国，大家想当然都会认为，哎，这个北燕又是慕容氏的什么一个支族当国主。其实呢，这北燕还真不是，当时的国主姓冯，不是鲜卑族，而是汉人。那么说起北燕啊，还有一段特别有趣的历史，也是特别复杂的历史，要交代一下。说北燕呢，必定要先讲一下后燕那个倒霉蛋皇帝慕容宝，就那慕容垂那宝贝儿子。 先前呢，这个后燕老皇帝慕容垂死后，他不争气的儿子慕容宝呢，就一直被北魏当时的道武帝拓跋圭追着打，狂逃到他的鲜卑老巢龙城。逃跑过程当中呢，反反复复，后燕的宗室在慕容氏的宗室啊，自相残杀。慕容宝的舅父蓝汉呢，心怀异心，最后呢，就是假装救援，把这个慕容宝呢迎入龙城。慕容宝没怀疑啊，入城之后就被他的舅舅蓝汉给谋杀了。 那么这位蓝汉一不做二不休，先后杀掉慕容宝的太子慕容策，还有那些慕容氏的宗室、王公大臣100多人，他自己就做皇帝了。慕容宝当时有个庶出的长子叫慕容盛，听说自己父亲被害，他竟然敢只身返回龙城为他父亲吊丧。那么这个慕容盛他为什么敢回龙城呢？因为蓝汉的女儿就是慕容胜的老婆。你看，这老丈人忽然见到这个女婿，吓一跳。蓝汉的几个弟弟就劝说，一定要把这慕容胜杀掉，他毕竟是慕容宝的儿子。蓝汉的老婆自然不干了，力持反对意见，大哭大闹，为自己女婿请命。 那这么好看的女婿，这么知冷知热啊，这个心疼自己闺女女婿不能杀。想来想去呢，还是枕边风硬，爱女心切，加上呢刚刚杀掉人家的皇帝老子，蓝汉就没好意思啊，再把自己外甥的儿子啊，又是自己的这个女婿再杀掉，怎么讲吧，也是自己亲女婿。因此呢，他就任命这慕容胜为侍中，当做亲信啊，加以这个信用。 我们要知道，慕容家族是有名的狼性基因，隐忍刚毅。慕容胜呢，为了活命，假装谦恭，暗中是一直准备复仇。他先是联系蓝汉的一名外孙，也是他自己的堂侄，叫慕容齐的做内应，同时呢又拉拢宫中的卫士，暗中积聚力量。同时呢，他不断挑拨蓝汉和他两个兄弟蓝堤和蓝难，这两个人的关系，使哥仨反目成仇。 蓝汉呢，兄弟相攻，一看这哥哥不听话，他俩弟弟就攻这个蓝汉。慕容胜自然一马当先，把蓝堤、蓝难打得逃出龙城。蓝汉大喜，庆功宴上连连举杯，饮酒大醉。慕容胜这个时候立刻下手，把这个蓝汉父子都给弄死了。接着呢，他派兵四处追捕，又把外逃的蓝汉两个弟弟都给弄死了。终于呢，为父报仇成功。 慕容胜那个堂侄慕容齐本来是被派出，外面联系的丁零那些部落啊，一起征讨蓝汉。这个时候听说他自己的外公蓝汉已经被弄死了，慕容齐这个时候呢又忽想自立，自立为帝，为什么呢？他觉得我也姓慕容啊，我也要当皇帝啊，在外起兵攻打慕容胜，最终呢，慕容齐也被慕容胜杀掉了。 为什么要杀掉慕容齐呢？毕竟这慕容齐呢，还是杀掉自己父亲慕容宝的，这个蓝汉他的外孙。所以说，这个当时这些贵族之间的这个姻亲啊，这关系特乱。慕容胜称帝之后呢，当时呢确实气象一新，就是经常把这个常袭扰他这个燕国边境的高丽啊和库莫西啊这些部族打得大败。但是呢，这位新皇帝呢，就是这个统御过严。 严刑峻法，惹得已故丁太后的侄子段基等人呢，密结这个慕容宗室，这率领的卫兵呢，趁夜谋反。当然，这次谋反政变失败了，慕容胜却伤重身死，当时年仅29岁。你算他的在位年数，这个人只当了3年皇帝。死前呢，他那阵没有说马上被杀，就是死前就是还有气力说话，他就下令。 招他的叔父慕容熙入朝，托以后事。慕容熙啊，这个人是慕容垂最小的儿子，辈分虽然高，他却比刚刚死去的他那个侄子皇帝慕容胜还小12岁，当年才17岁。而当朝的丁太后是慕容权的老婆，一直和这个小伙子慕容熙通奸。丁太后当然也30、40岁不大，就下令废掉慕容胜的太子慕容定，就立这个慕容熙为帝。 这慕容熙一继位呢，就马上杀掉慕容胜的弟弟慕容元。这个慕容元当时啊，比他自己还大，虽然说他自己的侄子辈比他自己还大10岁，而且清除了当时不愿意立自己为帝的朝中的大臣。转年呢，慕容熙这小伙子18岁了，又娶了府市的2个女孩为妃子，夜夜流连。丁太后呢，你想当时30多岁啊，醋意大发。你看本来。 靠着他的力量，才使这个慕容熙当了皇帝。现在呢，他又喜欢别的闺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与他娘家侄子丁信密谋，想废掉慕容熙，再改立别人。慕容熙提前得知消息，把丁信杀掉，又逼着老情人丁太后自杀了。这个丁太后不是刚刚死去那个皇帝慕容胜的亲妈，而是慕容胜叔父慕容令的老婆。 那慕容令又是谁呢？慕容令是后燕老皇帝慕容垂的嫡长子。早在辅监大帝时代，慕容令就为父亲慕容垂叛逃前秦而被当时的前燕皇帝慕容伟所杀。那么辅监大帝在淝水之中败亡之后呢，慕容垂乘机又复国了，建立了燕国，那就是后燕了，就追封先前这个枉死的嫡长子慕容令为献庄太子。那么作为慕容令的亲侄子呢，这慕容胜继位之后呢，又追尊慕容令为宪庄皇帝。所以说呢，这个丁太后就是先前早死的那个慕容令的老婆。如果真说起来，她的丈夫慕容令根本就没有真正当过皇帝。但是呢，慕容胜这个小伙子在政变中被杀，死了。这个丁太后在宫廷当中的名分就很高，有名分就有权力。现在呢，这个慕容熙这小伙子宠爱这个辅氏两个妃子呢，是前秦的宗室之女，就等于是这辅监大帝的他那个宗族的后代，美貌绝伦。大姐呢叫容儿，这个小妹呢叫驯英。慕容熙对这两个美女呢宠爱的不行，就是把这个工匠数万人干嘛建造花园宫殿，劳民伤财，就是为了博这个两个美丽的这个女孩一笑。但是呢，这个姓辅的这个两个闺女呢，这个美女呢，这福薄，大姐呢，这个容儿死后不久，这个小妹驯英又患病而死了。哎呀，这小伙子慕容熙也悲痛的不行，哭绝一地。太医抢救半天，才把这位皇上小伙救回来。为了表示他的哀痛啊，慕容熙严命自己手下大臣一定给我哭丧，如果没有累的人，一定要当时处斩。我们要知道，当时中国还没有辣椒传入中国，包括北中国，大臣没办法，只能以把那些姜末什么的揣在袖子里，到时候这个抹着脸，然后把眼泪刺激出来，以造成这个泪如雨下这个效果。慕容熙呢，这个痛倒两个爱妃啊，就建造方圆数里的坟陵，为了使这个巨大的灵车能够出城，他又下令拆毁城门。等他哭天抢地的护送灵车出城，禁卫军统领冯跋等人就把大门关闭了，拥立慕容宝的义子慕容云为主，就为皇帝。慕容熙呢，手下还有兵啊，带兵反攻龙城，哎，没打进来，扭头就跑。逃跑途中他就被抓获了，押回城内之后呢，就被慕容云杀掉了，时年23岁。这小伙子在位5年多，至此呢，后燕才算最终灭亡掉。而当时是东晋安帝173年，就是公元407年。慕容熙死了，慕容云称帝，也称燕国，但历史上呢，这阵他就不是后燕了，就是北燕了。慕容云呢，这个人呢，他是慕容宝他的手下的任的义子干儿，他原来姓高，他是高丽部族人。那慕容宝当太子的时候呢，就喜欢这个慕容云，你看武艺高强，就把他收为自己的义子，而且给他慕容的姓。慕容云当皇帝之后呢，他就恢复了他原先的这个高姓，他就又叫高云了。他自称呢大燕天王，等于就是没敢立刻称帝，实际上也跟皇帝差不多。这高云呢，自以为自己是这个高丽部族出身，地位血统不纯。如今呢被拥立为帝呢，他内心是非常自卑。他天天大开府库，赏赐众位文臣武将，收买人心，就是想拿金银财宝买支持。我们要知道，用钱来拉拢人心啊，也只不过是换取一时的这个自欺欺人的安全感。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清。用金钱笼络在身边的狐朋狗友啊，再多都是虚假的。包括我们现在。大伙儿平时交朋友，你也想啊，你用金钱能买来多少真正的友情啊？当时呢，身为禁卫军军将的冯跋兄弟，拥立高云，高云呢却反而对这个冯氏兄弟呢一句提防，他就养了一帮壮士在身边，天天和他自己同卧起，就是白天黑夜都在一块儿，叫那些大力士跟自己在一块儿吃饭穿衣，哎，等于是那些人的吃饭啊、穿衣啊、用具啊，跟他自己一等一的规格，好像。这么多天王在那儿，而且呢，天天赐这帮人金银财宝。那么这些贴身侍卫的头目呢，是两个人，一个叫黎班，一个叫陶仁。这两个人名字特怪，应该不是汉族，也不是这个鲜卑，有可能是高丽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别的种族吧。奇怪的是呢，这个黎班、陶仁这两个莽夫啊，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看，天天好吃好喝好待遇，皇帝对他们像哥们一样对待，哎，一言不满足。趁着一次这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呢，这两个人竟然把高云当场就刺死在御座之上。至此呢，这个高云在位3年，死年呢大概应该是在36、7岁左右吧。黎班和陶仁这两个武夫与高云在这个玉座之上推搡啊、耍刀子的时候呢，冯拔实际上当时也在殿中，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上前护驾，反而呢，跑到了殿中的这个高处，静观高云被杀。接着他马上率领兵马，仗剑入殿，力斩黎班、陶仁这两个莽汉。所以说呢，这个黎班、陶仁这两个人真是死催，各种史书上啊都没有讲，也没法讲这两个人啊把那个高云刺死的因由，似乎呢也不是冯拔安排的什么阴谋，所以让人绞尽脑汁儿也想不出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把这高云给弄死。高云现在死了，国中无主啊，这个冯拔就被众人所推啊，这个坐上天王位，他也是称天王，他也没有改国号，因此呢，从他开始，这个北燕就姓冯了。冯拔呢，等于是鲜卑化的汉人，他的籍贯是信都，信都就是今天河北枣强。冯拔这个人呢，在位22年，是16国当中比较少见的仁德君主，轻徭薄赋，崇尚儒学，劝民农桑，息兵止武。所以说，北燕境内的人民享受了少有的乱世粗安。20多年间，北燕的国民啊，生活特别平稳。那么，在公元430年秋，冯拔病危了，他就下令以他的太子冯异来统摄国事。冯拔呢，当时有个宠爱的妃子姓宋，宋氏。这个宋氏呢，有个儿子叫冯寿居，他就想立自己的小儿子为王，他就假借皇帝的诏旨，假借冯拔的诏旨，禁止太子啊入内啊这个市集，就是禁止太子入宫。当时呢，太监胡福和这个冯拔的弟弟冯弘关系特别好，我急忙把这个冯氏要谋篡的消息向冯弘汇报，冯弘立刻率兵冲入皇宫，幽囚了宋氏母子。眼见乱兵，好家伙，提刀入洞见的突入自己的寝宫，弥留之际，那冯拔竟然惊吓而死。这个时候呢，这个冯拔的弟弟冯弘就自立为天王，他把他的这个侄子太子冯异废杀了。最过分的，冯弘把大哥冯拔20多年以来和他那嫔妃所生的儿子100多个孩子，也就是他的亲侄子，全部下令杀死。所以说，冯大哥真能生，这冯老弟真能杀。古来兄弟相算相杀啊，这个事情不少，中国历史上。但一气杀掉100多个侄子，而且大多数这些都是小孩儿啊，最大就10几岁的少年。这么凶残的叔父，在中国历史上啊，还就这么一个。杀掉众位侄子，冯弘呢一看，哎，这个嫂子宋氏，长得还挺漂亮，顺便也把嫂子给收了。因此呢，奸夫淫妇正好配对儿。冯弘继位之后呢，也宠信他自己的爱妃，最后搞得众叛亲离。他的长子冯崇，等几个儿子，最后啊，竟然也怕被这后妈杀掉，奔亡到北魏，就等于是也从国内待不下去了。太武帝拓跋焘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停的发兵，就想一举击灭，他这个卧榻旁的这个外人，这个燕国。连战连败之余呢，北燕的10多个大郡，都被这个北魏的军队攻陷了。这冯弘没办法，舍近求远，就向南朝的宋文帝求援，派遣使臣称臣。宋文帝当然高兴啊，大老远的一看来了一个燕国的国主，来拜我为这个正统的君主，他就马上下诏封这个冯弘为黄龙国主。他当时呢，宋文帝还答应我马上派兵，出兵相助你们燕国。说归说，大老远的地方，宋军还一时真去不了。从延和2年，就公元433年起，冯弘做皇帝之后，他就没过几天好日子。最后呢，北魏4万大军兵临城下，冯弘呢，觉得这个自己的国都要被攻陷了，只得呢送出自己的儿子为人质，献上美女多人，包括他自己的闺女。北魏呢，这才撤兵。临走的时候呢，还把他这个城周围的数千的这个原属于燕国的这个老百姓都给抢走了。想来想去呢，这个北魏的军队撤走之后呢，冯弘总觉得自己称臣当孙子的这个日子不好过，突发奇想，秘密派人啊向他自己先前一直他自己的附庸国高丽求援。得到高丽王允诺之后呢，他就在公元436年6月，大夏天呢率领宗族后宫以及龙城的百姓连夜向高丽国这个境内逃窜。临行呢，这个北燕的国主来下令，把他原先的这个城内的这个所有的宫殿都焚毁，把宫殿烧个一干二净。至此呢，在北魏连连进逼之下，北燕实际上算是亡国了。共经历3代，算上高云啊，29年。北燕国的国主冯弘，你说你流窜到高丽，就被高丽王呢安置在北封。北封在哪儿呢？在今天辽宁的兴宾县。寄人篱下了，你说你庄重孙子，当一个小城城主就算了吧？哎，他不。冯弘呢，这一向瞧不起先前向自己称臣这个高丽，这个国君。他在当地呢发号施令，俨然呢他又是高丽这个王上王了。高丽国王呢听说这消息之后非常恼怒，马上派兵包围了冯弘，把他的武装侍卫啊，这几千人都抓起来杀掉。还把他的太子也抓走当人质，一来二去呢，冯弘这才感受到了残酷的现实了，就派人偷偷前往建康，哀求宋文帝派人来把自己呢和自己的宗族啊接往建康安置。当时的高丽呢也一直向南朝的宋国称臣，听说宋文帝已经派数千军队从海盗过来迎娶冯弘，高丽国王感觉很没面子，一怒之下派兵包围了冯弘的营地。把这位丧家狗一般的北燕皇帝全家老小以及他身边的侍卫统统杀掉，一个不留。最后呢，这高丽军队随便挖了一个大坑，把这些尸体全部推进去埋掉。当时呢是宋文帝元嘉14年4月，就公元437年。冯氏的北燕虽然国灭了，事情实际上还没有完。冯弘的一位孙女，就是日后北魏大名鼎鼎的文明冯太后。哎，这位冯太后那智勇超人，尤其是他的孙子北魏孝文帝继位之后，完全秉承了他的这个传统政策。至于北魏冯太后怎么回事，他的这个孙子北魏孝文帝怎么样，我们后来会讲到。现在呢，暂且按下不表。北燕的灭亡呢，我们刚才都说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国主冯弘自找的，天怨神怒，不得不亡。无论如何呢，北燕灭亡，也是亡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手。这个时候拓跋焘气势正雄，大英雄顾盼之时，中国北方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北凉国主举旗木剑，自触眉头，往他的正妻吃屎里下毒，差点毒死这位王妃。这位王妃，这位姑奶奶不是别人，就是太武帝拓跋焘的亲妹妹武威公主。北凉这个所谓的国家，其实16国当中辖区最小的，只有今天甘肃中西部、青海北部巴掌大一点的这个小国土。北凉国主呢叫沮渠蒙逊，他是匈奴别种，他本来是后梁吕光的手下大将，所以说你看光梁国就这么多。后来呢，他背叛吕光，拥立后梁大臣段业为梁王，就史称北凉。沮渠蒙逊呢，这个人呢阴狠毒辣。他为了干掉段业呢，不惜牺牲他兄长沮渠南成的性命，诱使段业杀掉沮渠南成，然后呢，他借报仇的名义率领部众又杀掉段业，自为北凉之主。当时是公元401年，所以说要把整个16国的这个历史弄通了，还真不容易。然后呢，这位沮渠蒙逊左窜右跳，见到姚氏后秦灭掉后梁，他当时还挺害怕，他就当时向后秦称臣。不久呢，他又反悔，结交南梁，向这个突发氏称臣，一起进攻后秦。再后呢，沮渠蒙逊呢，接着又和南梁翻脸，就被这突发氏打得大败，只得呢把他儿子送过去当人质求和。其后呢，这沮渠蒙逊又重新归附后秦，但是只被封为西海侯。消停了一阵之后呢，他带兵又攻打这个突发诺坛的这个南梁，最终呢还占据了姑臧。姑臧就是今天甘肃的武威，并且把他的都城迁到在这地方。又过了一些时日，这个沮渠蒙逊又和西秦的乞伏氏大打出手，最终也大胜，夺了对方好几个城镇。如此一个小国暴君，你说他的下场会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接着上集说啊，当时这个夏国的国主赫连勃勃啊，听说这个沮居蒙逊挺厉害，就派出使者呢表示修好，双方呢就互相这个缔结婚姻。眼见啊，这派出宗族这个女孩跟这个各地有势力的这些人结亲，哎，非常有利处。沮居蒙逊呢就有西秦，哎，也和好，建立姻亲关系。那么公元420年呢，这穷兵黩武的这个沮居蒙逊呢，啊，他也就是攻入了这个酒泉，灭掉了西凉李氏，等于是进占凉州之地。最牛的时候呢，西域许多小国都向沮居蒙逊呢称臣纳贡。但小混混遇上大混混，沮居蒙逊就软了。他派太子呢沮居正德攻打柔然，啊，大败而归。你想，他毕竟不是这个北魏有这样的国力。那么沮居正德呢，这太子也被杀了。不久呢，眼看北魏越来越强，沮居蒙逊呢就向北魏称臣。拓跋焘呢，当时代台布帛，封为梁王，还让他可以建天子旌旗。沮居蒙逊这个老坏蛋，你看东征西杀。一会儿跟这个干，一会儿跟那个投附，弄了30多年呢，最后还当上大魏的梁王，啊，就病死了，所以说善终。在他死后呢，他的儿子沮居穆建，啊，就是等于是继承了梁王之位。沮居穆建呢，当时也挺贼，同时向南朝宋国和北朝的魏国，他都称臣，都派遣使者，又把妹妹兴平公主呢送到魏国。被这个拓跋焘呢，纳为妃子，封为右昭仪。投桃报李呢，这个魏国呢也加封这个沮居穆建为河西王。南朝宋文帝呢，当然也这个对他的来使呢加以厚报，也加封他为河西王。沮居穆建这个小伙子呢，从小呢周围的老师呢都是儒生，深知这个为臣之礼，同时呢孝敬南北两个大国。继位之初呢，哎，这个人谦恭下士，留心朝政。但这小伙子有一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匈奴人体格，荷尔蒙分泌比较旺盛，特别好色。恰恰是这么一个对于当时这些国君来说的小节呢，最终导致了北凉这个小国的灭亡。当时我们要知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了巩固邦交，出于好心，把他妹妹武威公主就嫁给了沮居穆建。你想居于强势啊，沮居穆建呢，只能把他的发妻，从前西凉国主李浩的女儿，安排在酒泉，然后呢就把这个拓跋氏当成正妻。估计魏国太武帝拓跋焘这个妹妹这个公主啊，长相一般，沮居穆建娶回来之后呢，就菩萨一样供着礼敬着，天天在宫内呢，因为他的正妻也不在嘛，给弄到酒泉去安置了。他天天就在宫内和他貌美如花的寡嫂李氏兼通，我等于是乱了人伦了。李氏这个女人呢，色胆还真不小。为了长期能和这个沮居蒙逊过小日子，她竟派人往武威公主，就拓跋焘的妹妹吃的东西里下毒。北魏皇帝也最后听到消息之后，派御用专车，这个载着那御医啊，大魏的御医疾驰而来，才把他的妹妹一命救回来了。但估计已经落下了不小的残疾。大怒之下，太武帝拓跋焘就要沮居穆建交出李氏，沮居穆建舍不得，就又把这个李氏送到酒泉去匿藏，藏起来了。太武帝拓跋焘大怒，顿起灭北凉之心。那么大臣廷议的时候呢，许多大臣又反对。为什么？只要一出兵，大臣就反对，因为北凉这个地方距离北魏太远，而且都听说那里都是戈壁黄沙，又没什么水草，就都怕大军进攻的时候找不到当地的补给。啊，最后又大败而归。北魏的司徒崔浩呢，心里特别明白，他就是极力赞成太武帝拓跋焘攻伐凉州。当时呢，他还援引《汉书·地理志》上面的记载，说凉州那地方水草丰美，如果没有水草的话，汉人怎么可能在那个地方修建城郭呢？可以想见，凉州周围绝非是荒凉所在。北魏当时有个尚书叫李舜的，曾经出使北凉10多次。他的话应该最公正，但这李舜这个人前后呢，受到沮居父子金银无数，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个时候当着众大臣的面，一看大伙儿都问自己到底这个梁国怎么样啊，他就反驳崔浩，他说耳闻不如目见，凉州周围荒凉无比，我去过这么多次，千真万确啊。你看吃人嘴短，拿人手短，这个李舜啊，这确实是不说实话。听到李顺如此一说呢，这太武帝拓跋焘呢，当时就非常犹豫。群臣散曹之后呢，北魏有个镇武将军叫易相发的，应该是鲜卑族，他就向拓跋焘暗中进言：凉州如乌随曹，举其事何以建国呀？众议纷纭，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听崔司徒之言，应该听崔浩的。太武帝拓跋焘一听，深觉有理，就下定决心征伐梁国。因此呢，在太延五年，就公元439年，宋文帝元嘉16年6月，拓跋焘呢亲自率领大军出发。出兵之前呢，他还发诏书，就是列举出这个沮渠牧涧12大罪，然后呢分兵2道，大举伐梁。大军之中呢，还有已故的南梁国主突发怒檀的儿子突发元贺。这元贺后来在这个魏国也特有名啊，这个人还自告奋勇当向导。元贺这个人熟门熟路啊，就是作为向导，就是带着魏军向他从前的老家那个地方出发了。8月份，北魏大军抵达姑臧了。果然，到了当地一看，水草丰美，和崔浩先前预料的一模一样。沮渠牧涧呢，在向你柔然求救的同时，啊，派兵抵抗，结果大败而归。不久呢，沮渠牧涧的一个侄子带领一部分人马从那个城内跑出，投降了。而突发元贺呢，还帮助魏军招降了姑臧城外的，就是同属于鲜卑的那些部族，因为突发元贺本来是鲜卑的。穷途末路，沮渠牧涧的小伙子只能开门出降了，北凉灭亡。至此呢，中国北方16国时代打上了一个休止符。100多年以来，中国北方终于现在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从此呢，北有北魏，南有刘宋，中国南北朝对峙时期算是正式开始。太武帝拓跋焘进入姑臧之后呢，亲眼看见北凉的府库珍宝无数，啊，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又很富足，心中大喜。庆功宴上，这位雄才帝王叹道：“哎，崔浩崔公啊，一向智略不凡，但凡啊什么事情被他一遇见，肯定胜利。”但是呢，这个易相发弓马出身这么一个将领出计献策，和崔浩、崔公相同，真可称奇。回到平城之后呢，这个拓跋焘想起这个李顺先前说凉州荒凉没有水草这谎言，就特生气。那皇帝一怒，他找茬啊，老账新账一起算，他就把这李顺赐死抄家。由于沮渠牧涧呢，毕竟是自己的妹夫，拓跋焘呢等于是饶他一命。带回平城之后呢，命令这小伙子在妹妹武威公主府居住，就等于算是软禁起来。过了几年呢，又有人告发这沮渠牧涧和北凉的旧臣想谋反，当时正赶上心情不好，估计又吃了药，马上就下诏，把这妹夫给弄死了。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之后，在军事上一直没有停止过行动。445年，带兵平灭泸水胡人盖吴；446年，拓跋焘发军进攻南朝的允、青、冀3州。大肆杀掠一番。448年，派大军攻伐西域，把那燕齐啊什么那些部族给灭了。449年，趁你柔然可汗心死，拓跋焘呢又出3路大军，这个攻伐柔然。450年，北魏出10万大军进攻南朝宋国，攻城陷阵，杀伤无数的平民百姓。至此呢，这个拓跋焘攻杀征伐似乎已经成上瘾了，他就狂热的迷信军事征服。那么，公元450年呢，南朝宋国的皇帝刘义隆，就宋文帝，自以为这元嘉盛世近30年了，国力空前，大举北伐，揭开了这个魏宋第3次南北大战的序幕。而在战争爆发前呢，太武帝拓跋焘刚刚族灭了汉族大臣崔浩。崔浩啊，说起这个人是最令人发感叹的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那崔浩父子呢，2代。就是一直在北魏的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3朝当官，无论是平定北方那些小国，还是对南朝作战，崔浩的谋策、这计谋，都对北魏军队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崔浩这本人呢，为人长得呢特别漂亮，他这高门大族嘛，长得就是史书上写说他鲜颜洁白，长生玉立，这个皮肤白皙，长相就跟貌美的妇人一样，生性敏达，常以张良自比。因为张良历史上就说貌美如妇人，由于对魏朝一直是有大功，崔浩最后的官做到司徒，就3公了，就非常高的高官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善于谋略的大家呢，他却不善于为他自己谋。你看崔浩自己呢，他信道教，他就讽喻太武帝灭佛。拓跋焘呢，对这个事儿也言听计从，因为他也信道，寻个机会就在这个全国大杀和尚，毁灭佛寺，成为灭佛帝王三武一宗中非常有名的这个一位。而在当时呢，北魏国内上至太子公卿，下至庶民百姓，信佛的人不计其数。崔浩这一举动呢，等于是得罪了一大批鲜卑贵族和中下层这个人士。崔浩在主修国史的时候呢，又一点都不避讳，内容涉及到这个魏国先朝许多什么同族杀戮啊、荒暴淫乱那些史实。文人呢还喜爱炫耀，这崔浩就下令把这国史铭刻在这个石碑之上，想使国史内容万代流传。为这个事儿，鲜卑贵族啊、那些王爷啊，以及记恨崔浩的那些群臣，纷纷上书说崔浩侮辱先帝，惹得太武帝拓跋焘怒不可遏。我们要知道，伴君如伴虎啊，翻脸如翻书。拓跋焘毕竟是没有完全开化的这种武夫，他毕竟不是这个英武神明那种辅监大帝。于是呢，大怒之下，估计又吃了这个寒食散了。他不仅下诏禁诛崔浩全族，又族诛和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这三个大族。临行之时呢，崔浩当时也是这个花白头发的这么一个老臣，被囚于城南木笼之内。那些鲜卑兵士数十人就在那个高台之上嗷嗷大叫，还在往他脑袋上小便。你看，如此精明的文人模式，受尽侮辱，最后呢还被族诛。因此呢，他的这种残酷的境遇啊，也是我们几千年中国文人啊，这个尤其是功臣所谓遭遇到的。那么北魏这位太武帝拓跋焘晚年呢，你想他征伐四客，已经感觉他自己就是万能的这种天下大帝。多年以来呢，他又嗜酒成性，又吃那个寒食散，滥吃补药。加上他那种中年男人的性情喜怒无常啊，他想杀谁就杀谁，想把谁族诛就把谁族诛，处于一种丧心病狂那种状态。所以崔浩倒霉，正撞上有人告发他修国史，这个暴扬国恶，因此一怒之下，太武帝率意做出如此残暴、令人发指的这种举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崔浩是最后一位敢于直抒国史的人物。从那之后呢，后来的史臣出于种种考虑，都是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抒，从前这个国朝帝王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历史。公元450年4月，诛杀完了崔浩等四姓数千人这个北方的汉族大族之后呢，在9月份，拓跋焘呢这个太武帝自领人马南征，经过华台一役呢。魏军遇到了那位连连上书北伐，让宋文帝刘义隆起了这个封狼居胥这个意念的那个南朝刘宋的大臣王玄谟。王玄谟这个人啊，你们看平时慷慨激昂，真正到了战场就是一个十足的草包。结果呢，他率领的军队和这个北魏军队兵仗一相接，马上一败涂地。当时魏军啊，以每天100-200里的速度推进，连战连捷。拓跋焘几路大军最后直围建康。这期间呢，宋国将军什么薛安都啊、曾方平啊、刘康总等人，极力死战，救护了一些军队和城池，但总体上是抵挡不住北魏大军的攻势的。魏军呢，很快就攻打到长江边上，大拆民房，砍伐芦苇，声言要造船渡江。当时建康城内军民惊骇无比，纷纷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放进箩筐里，核弹而立，随时准备在城破时候逃命。自招兵灾的宋文帝刘义隆这时候登上石头城，忧色满面。当时他就后悔先前杀了最能打仗大将谭道济，自毁长城。宋国和魏国的军队相持许久，魏军呢很快他的补给就跟不上，就在一天晚上沿江举火，就是威吓这个宋军。在遍烧民舍这民房之后呢，忽然就退兵了。公元451年春呢，魏军就回军途中就攻到宋国的盱眙城。这个时候守城是谁呢？是宋国的大臣臧质。拓跋焘呢在城外大大咧咧向臧质喊话，就说要尝尝南国的美酒。张志这个人也绝，他叫人从床上掉下来两大坛屎尿送给魏军，就说你喝吧。拓跋焘大怒，一晚之间就在城外筑起长围，把这盱眙城团团围住，断绝水陆交通。然后呢，把那个东山的土石填平护城河。围城这个时候呢，这个派人修这个工程的这个器械的时候呢，拓跋焘还派人给这臧质，就守城的这个南朝的这个宋国的这个军将臧质啊，捎出一封书信，说什么呢？你看现在攻城的士兵都不是我鲜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族和胡人，南面是氐族、羌族。如果丁零兵士死掉，正可减少我大魏常山赵郡一带贼人。因为丁零族啊，他的老窝是在常山赵郡那个群山附近。胡族兵士死掉，滨州没就没了。因为当时胡人啊，就是匈奴的那些杂部杂属啊，就总是爱占据滨州一带造反。氐人、羌人士兵死掉，关中贼就可以灭掉。因为当时氐羌两族啊，虽然他们的原先的国家灭掉了，但他族属那些部民还特别多，在关中地区啊，广泛居住。艾青，你如果替朕，在城下杀光他们，倒帮了我大魏的大忙了。臧质呢，接到这个太武帝拓跋焘的信呢，也回信一封，凛然写道：“我现在呢，已完全知道你的奸猾。童谣讲，鲁马饮江水，佛离死卯年。你看，就是说这个，现在都有这个谶谣了，希望你有幸啊，能在这次攻围当中啊，被乱兵所杀。”不幸的话，肯定会被我俘虏之后绑在驴上，送到我们建康闹市问斩。如果天地无灵，我被你们魏军俘虏，杀剐随意，足以报效本朝。现在呢，春雨已降，军队四级，你千万别着急往回跑，但请安心攻城。如果缺粮的话，我送你一些军粮。你送我做礼物的那些好的刀剑，你就等着我用这些刀剑往你身上劈砍吧。呵。太武帝拓跋焘见到臧质的回信大怒，不停地派吊车、冲车攻城，确实最后都不能破城。我们要知道，这冷兵器时代，攻城是最难最难，得死伤无数人命。你看数穷之后，拓跋焘也不惜人命，就派他手下那些工士啊，轮番就攻城，你用尸体给我填。由于后面是站着这个鲜卑这个军事的督战队啊，这些别的这个各族士兵啊，前冲后退都是死。最后呢，魏军死伤万计，这死尸堆的几乎与那盱眙城墙一样高，依然被勇敢顽强的南朝军民打退。所以说，你看这个汉人在当时也是非常勇敢的。这个盱眙这么一个小城，面对这10来万的这个鲜卑大军，三旬不拔，坚持了1个月。当时春天呢，你想正是疫病频发时节，魏军本来水土不服啊，就病倒许多，再加上那些尸体很快就激起这传染病，所以说是死的人更多。同时呢，又害怕宋国的水军自淮入海，与彭城的军队汇合起来夹击自己。太武帝拓跋焘呢，只得命令魏军烧掉工具，赶紧撤走。回师路上，这个魏军当时也恼怒，杀伤南朝当地人民不可胜计。因此呢，所过这个郡县赤地无疑，人都杀了，然后这个房子都烧了。但是他魏军自己呢，也是在南伐过程中人马死伤过半，所以说魏国的国内局势也非常不稳定。那么太武帝拓跋焘他在率领军队，就是像这个攻打南朝的宋国的时候呢，他在他自己的平城首都啊，就留他的太子拓跋晃监国。这位拓跋晃这个太子为人非常精察干练，而且他的手下这个什么仇尼道胜啊、任平成啊这些人啊，也都很能干。那么太武帝拓跋焘当时手下有个宠幸太监，名叫宗爱，本性特别阴险，他呢就经常这个冒皇帝的名义呢，做了许多违法的事情。当时呢，他也是留在京城，等于是和太子啊拓跋晃一起处理政事。这个人，这个太监宗爱呢，又和那个仇尼道胜啊，还有任平成这些人关系越来越紧张，因为这些人毕竟争夺权力嘛，因此就恶人先告状。等到拓跋焘一回来，这个太监宗爱就捏造太子的官署罪名，就是说这些人啊，准备常您不在的时候把这太子拥立为帝。太武帝大怒，马上处斩了这个太子手下的好多这个官员，包括族诛，一下弄几百上千人都被杀掉了。太子拓跋晃呢，很快就忧虑而死，那等于就是被他残暴的父亲呢活活吓死的。当然，这个呢是这个魏书上写的，真正的他这个太子死因呢，很可能就是被拓跋焘啊秘密处决的。过了不久呢，拓跋焘忽然追念起这位嫡子的好处了，毕竟这位太子也非常能干，从小就跟他四处东挡西杀，因此呢就忽然想起自己的儿子，有可能他是被冤枉了。因此呢，他常常呢落泪，喝了酒之后呢，常常掉眼泪，就想起这个太子。这个时候，天天伺候在这身边的这个太监宗爱呢，就心里越来越不自安。宗爱为什么害怕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太武帝性情暴躁啊，忽然哪天他喝了酒，追查起这个事儿来，把太子的死因推在自己身上，那怎么办？于是呢，这位大太监先下手为强。夜里就带人潜入永安宫，就把这位盛名卓著、不可一世的太武帝拓跋焘，就当时给弄死了。拓跋焘死的时候呢，才45岁。那作为声名赫赫的这个北魏的太武帝啊，史书上啊对这个拓跋焘的武功啊，包括他的治理啊，也是赞不绝口。就说他是什么呢？本性轻率简速，不好真力，时不二位。临城对阵是侵犯史实，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那拓跋焘死后呢？时光再过20年，拓跋焘他的这个嫡长子就被他杀掉，这个拓跋晃，他的嫡长曾孙拓跋宏，也就是元宏继位了，就是北魏的孝文帝，全面汉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以后隋唐盛世的牢固根基。进而呢，以纯种胡人，这个鲜卑嘛，进驻中原的这个鲜卑族，无论从相貌到文化，都融合并消失在中华大家庭这个滚滚血脉之中。下面几集呢，将用4集的篇幅吧，讲一讲这个南朝那些青春期的小皇帝们。如果我们观众当中啊，古汉语好的，你能读南史啊，就这个《齐本纪》，你看看这个齐国开国皇帝萧道成的传记呢，其中就少不了中国史书当中特有的那种一争其象的描述。史书中说这个萧道成，这个姿表英逸。龙嗓宗声，临文辩题，就是为了把帝王附会成这个天授的龙子，上天下来这个真龙。史书中不少这个怪力乱神的类似记载。此外呢，我们读中国历史书，总有什么重瞳啊，你看上古的舜、楚霸王项羽，还有大词人李煜都是重瞳。当然了，还有北齐的高阳，这个是重怀。总之。除了这些人生的时候什么红光冲天啊、异象满室啊，或者是他妈梦见和这个神龙啊、什么神兽交合以外吧，这些皇帝奇快的这个身体形貌呢，也不少描写。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重瞳，不过是呢，可能就是早发白内障；那遍体鳞纹呢，有可能就是牛皮癣；重怀呢。像高阳的那个脚跟那长了一根凸出来的骨头，有可能也是一种畸形。但不论什么，到了帝王身上，这真有假有不说啊，都会被这个史家啊、史学家、这个大臣们云山雾罩一番，不知道是糊弄人呢，还是糊弄他们自己。每个朝代的史书呢，都是由后人或者是把他这个朝代灭了的后朝的臣下们所写的。修史的人呢，还是这么津津乐道啊，这个前代帝王啊，他们与凡人不同的这种灵异之处，想必呢，我觉得也是古代文人，他是这种作为臣下的一种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吧。你别管别人，坐上龙座一年两年，但肯定都是真命之主。那么在南史当中，这个萧道成，他的本纪中呢，不仅记载了他这么多什么祖坟冒烟啊，什么谶言童谣啊，什么龙影朦胧啊，反正这些吉兆吧，还有他做梦啊，就说有神人对他说，子孙当昌盛啊这样的话。其实呢，如果我们真正懂南朝萧齐的历史，南朝宋齐梁陈嘛，这个齐齐国就是萧道成开创的这个萧齐。那么从萧道成479年啊，把宋国给篡了，建立齐国，到齐和帝萧宝融禅位给萧冉啊被杀，实际上这个齐国就是这个朝代啊，不过短短4代，啊总共才22年。那么在这22年之间呢，南朝萧齐皇族子孙是相互屠戮，哎，小皇帝呢暴虐，就是那种为祸之惨，为祸之烈。用什么书罪未穷啊，罄竹难书这八个字本来是李密形容隋炀帝的，实际上完全可以转到这儿来，这就是用这些字儿来形容他们，一丁点儿都不过分。那可这些人，就尤其是这些倒霉孩子，可比现在的那些熊孩子那坏多了。萧道成的地位呢，是从前朝的刘宋的小皇帝刘裕手中夺得的，而最后呢，萧齐自己国家的败亡呢，也败在萧齐几个不争气的小皇帝手里。这些青少年呢，他们在这个做坏事的方面确实发扬光大，一个坏个一个。那么我们刚开始说的呢，就是作为南朝刘宋的国权，到底是如何被这个萧道成篡夺的？南朝萧齐的基业啊，确实是这个开创自萧道成。萧道成之所以日后能建立这个国家，也就是因为刘宋的后废帝刘裕，哎，他是荒淫滥杀啊，使得国家起了变端。当然，这个刘宋的后废帝刘裕呢，他这个死后被贬为苍武王，所以说在史书当中一说苍武王，实际上就指这个刘宋的后废帝刘裕。南朝宋国，我们先捋一捋啊，它由刘裕开始篡夺东晋司马氏的这个政权开始。刘裕当2年皇帝就死了。他的太子呢刘义府继位，哎，这个就是刘宋的少帝。2年后呢，这刘义府被辅政大臣那几个人废杀了。刘裕的第3子刘义隆继位，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南朝宋文帝。盛壮之年呢，这个宋文帝刘义隆被他自己的太子刘绍弑掉，我们前几集都讲过了。而后呢，这个刘义隆的儿子刘俊继位，这个刘俊呢就是南朝宋国的孝武帝。孝武帝刘俊病死之后呢，他的长子刘子业，啊，这个坏孩子就继位了。这个少年呢，就是南朝宋国的前废帝。你看，咱们记住啊，他有2个废帝，前废帝、后废帝。至于那个少帝刘义府呢，他是少帝，他并没有算在废帝就这个里面。刘子业这个孩子自幼就非常顽劣。啊，他被立为太子之后呢，就常常遭到他父亲的孝武帝刘俊的这个训斥。那么孝武帝刘俊去世之后呢，这个16岁的刘子业他就继位当皇帝了。父皇刚死，这个继承帝位的刘子业呢，脸上没有任何气容，气容就是哀容，就开始和左右吃喝玩乐，呵，当皇帝了。刚继位的时候啊，朝中的权力掌握在乐伎校尉戴法兴手中。这个戴法兴呢是孝武帝的非常信任的一个大臣。那么刘子业呢爱玩啊，爱滥赏啊，他手下那些弓奴啊，那些奴才啊，那些跟他不错的那个患者什么的，哎，这个戴法兴经常阻止。不仅如此呢，这戴法兴甚至拿先前被废的那个宋少帝刘义府来说事儿，就说你看你老干这种事儿，弄不好万一些大臣哪天不高兴了，又把你给废了怎么办？刘子业就老大不高兴。不久呢，刘子业赏赐了一位名叫这个华苑儿的这个宠信宦官特别多财物，结果呢都被这戴法兴给拦截就不给。这华苑儿啊，这些人就痛恨，你想这些人岁数也不大，都20岁左右，就对刘子业这哥们儿说了：“您看，民间都说啊，陛下您是假天子，真正的天子是戴法兴。”刘子业呢一听这个撺掇，越想越怒，很快就下诏，下个诏书把戴法兴给赐死了。赐死之后呢，还抄他们家，又杀掉戴法兴两个儿子。杀了戴法兴之后呢，这个小皇帝刘子业的自我感觉就上来了。觉得自己手下大臣不过如此嘛？你看，从前他爹活的时候，这戴法兴是他爹孝武帝刘浚的这个特宠幸的大臣啊，他在他们面前还都哆哆嗦嗦的。现在你看自己当了皇帝了，弄死一个大臣就跟玩儿似的，呵，生杀予夺都在我手里。因此呢，他就开始知道啊，就是用这个生杀之权可以震慑住朝中这些官员。如果震慑住这些官员呢，以后就没什么人该管教自己了。因此呢，这个小皇帝刘子业就第一次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而且他也知道，你看我杀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大臣，没有任何后果。从此呢，他干这个坏事就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呢，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实际上往往就是这个意思。不久呢，刘子业他的母亲王太后病重，就派人叫刘子业来相见，想弥留之际见见这亲儿子吧。刘子业说什么呢？病人房间多鬼，很可怕的，我不能去。王太后当时大怒，就对身边的侍者说：“拿宝刀来，把我肚子剖开吧！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景和元年8月，景和元年就公元465年，这小皇帝刘子业呢就去太庙观看宋国这先辈的画像，他就指着他的曾祖父宋武帝刘裕的画像说：“这是位大英雄，曾经活捉过几个天子。”而后呢，他又指着自己祖父宋文帝刘玉龙的画像说：“这个也不赖，可惜晚年呢被他自己儿子砍了头。”到了他父亲孝武帝刘浚的画像看了一会儿，刘子业忽然恼怒，他本来是个大酒糟鼻子，怎么现在画像上没有呢？马上命令画匠过来，你把这个刘浚的就把他爹那个酒糟鼻子咔哧咔哧马上画出来。这就说明什么？他心里对他父亲是有怨恨之情的，因为他从前刘浚总是骂他、管教他。当然了，刘子业拒绝看望他病危的生母呢，又对着他的先祖的画像这个胡说八道呢，这些事情虽然说荒唐，但是相比我们接着要讲的这些事情来了，就这些事儿都小儿科了。首先呢，这个少年人特别变态，变态是什么呢？乱伦就是他的喜好之一。刘子业的姑姑新蔡公主叫刘英梅，长得特别漂亮。本来已经嫁给了大臣何迈为妻，那么刘子业呢，竟然把这位姑姑招入宫内，和这个姑姑乱伦，然后又把这个姑姑留在宫内纳为嫔妃，对外称她什么呢？对她称为谢贵嫔，然后呢又杀了一名宫女，送回这个何迈府中，就是送给他姑父这个府中，说这公主得暴病在宫内死了。何迈呢愤懑，就是非常的生气，而且这个人呢又特别豪爽英武。他就想计划趁刘子业外出的时候把他废黜了，找了一些大臣。不料呢，刘子业提前知道这个事儿，他就亲自率兵冲入他的姑父何迈家里，把这姑父不仅把他姑父杀了，把他姑父一家人都弄死了。不仅如此呢，你看他和他姑姑乱伦嘛，当然了，他这姑姑不像咱们想象中的比他大20几岁什么的，他那阵儿的这个他的姑姑有可能就比他大几岁。不仅如此呢，这个刘子业还和他自己的亲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也有乱伦关系。这个山阴公主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啊，平日也是淫乐无度。她还对刘子业就说：“你看，我和陛下您男女虽然有别，但都是先帝的骨肉啊。陛下您后宫内美女数以千计，数以万计，而我作为公主，为什么只有驸马一个人伺候呢？这种事情太不公平了。”刘子业一听，这个姐姐说的对啊，马上就赐给刘楚玉就是他这个姐姐面首30人。我们大伙儿记住了，面首这个就是美貌的那种男性，面首这个词儿就是出自这位山阴公主，就是这个典故由来就是出自刘子业他姐姐。你看他不仅喜欢这个和自己的女性亲属乱伦啊，这个刘子业还特别喜欢杀人，有事儿没事儿就杀害朝中的大臣。他还特别忌惮他几个叔叔，就下令这禁卫军把建安王刘修仁、湘东王刘裕，还有山阳王刘修佑，都囚禁在自己的宫内。这种囚禁啊，不是咱们想象中的就关押犯人一样，把他囚禁在宫内的什么掖庭啊，或者是什么监狱里，不是。他是天天对这三个叔叔是殴打、侮辱，百般折磨。游戏之间呢，这刘子业还用竹笼子把这个三位叔叔啊，就像猪一样、卖猪一样装起来，还仔细称重。其中的湘东王刘裕呢，身体最肥硕，刘子业呢就称之为猪王，把那个另外一个叔叔刘修仁呢称为沙王，另外还有一个叔叔刘修佑称为这个贼王。所以说，他无论游玩到哪里，无论是宫内还是宫外，这小皇帝都把三个叔叔装在笼子里，然后这个跟着自己，就跟弄三个动物一样。心情好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三个叔叔放起来，和自己呢一起喝酒吃饭；心情不好，他就让人对这个三个叔叔拳打脚踢。有一次呢，这个刘子业还派人用那木槽盛饭，然后再放进各种杂食、菜帮子什么的，拌成猪食的样子。又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啊，盛满那个肮脏的泥水，再把他叔父湘东王刘裕衣服脱光，就扔进坑内。而后呢，命令这个他叔叔就像猪一样用嘴啊去吃草里的那些食。那刘裕为了活命啊，不敢违背，吭哧吭哧就学那猪吃得津津有味。刘子业呢和身边那些患者和侍卫哈哈大笑，看着这个就以此为笑乐。刘子业在宫内这个玩乐酒醉的时候呢，就多次要把这个三个叔叔杀掉。幸亏呢，其中这个建安王刘修仁啊比较有计谋，说话特风趣，啊就跟会说相声似的，特幽默，就经常逗乐啊，就让这个刘子业特高兴，就使得这位淫虐的小皇帝呢啊一直没把这个三个叔叔杀掉。有一次呢，这小皇帝这没有任何的理由，忽然大怒。就派卫士剥光叔叔湘东王刘裕的衣服，反正他对这个胖子就不知道为什么啊特别不待见，然后捆猪一样把他的手脚都捆起来了，然后再用根棍子从刘裕的手脚内穿过，那就基本上你看从前的这个集市上，那个农村集市上卖猪就是这样，然后让人抬着交付宫内负责祭祀的官员说今天杀猪。情急之下，在旁边的建安王刘修仁啊，就是那个特会说笑话的，赶紧缠眉刘子业说。肥猪今日不该死。刘子业说：“为什么呀？”刘神就说了：“等陛下您皇太子生下来，哎，再把这只肥猪杀了，咱们再取它的肝肺，哎，来下酒庆贺。”刘子业想了想，哎，觉得这样还挺好玩，就暂时呢把他这位叔叔刘裕放掉了，就没有交给什么太庙那些官员把他给当做牺牲给宰了。看到这位小皇帝刘子业如此狂悖无道，当时呢，他的叔叔还有另外一个叔叔江夏王刘义恭，还有尚书令柳元景啊，这些人都看不下去了，就私下商量，就把这个刘子业废掉，咱另外啊推立别的这个直系亲属当这个皇帝。尚书令柳元景呢是文臣，当时有个大将叫沈庆之，他是拥有兵权。柳元景呢，就把这谋划告诉给了沈庆之，希望得到这个将军的支持。谁料到呢，沈庆之和那江夏王刘义恭啊，关系本来就不好，又得知废掉刘子业之后呢，刘义恭会自己当皇帝，就马上入宫。他想，这不可能啊！这样一来，就真正把这小皇帝废掉，他也落不到好啊。因此呢，他就向刘子业告发了这几个人的密谋。刘子业听说这个事儿之后，怒不可遏。自己亲自骑马驰槊，率领身边的禁卫军就攻入他的这个叔祖刘义恭的府地，就把这个刘义恭啊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都杀死，然后他还亲自对刘义恭的尸体大卸八块啊，以泄他的心中的愤恨。不仅如此，你说这个刘子业确实是变态，他还把这个他的叔祖刘义恭的眼珠子挖出来，然后泡在蜜罐子里，起个什么名呢？叫鬼木丛。也不知道他是想吃还是想干嘛。接着呢，他又下令杀掉了和刘义恭同谋的那个大臣柳元景等人。没过多久呢，刘子业对于先前向自己告密的沈庆之，哎，觉得也不耐烦了。你看这个大臣也觉得，他对自己不忠心，他就派沈庆之的侄子叫沈攸之的，到了沈府就活活把这位老臣给掐死。所以说他干的这些事儿啊，他特别的，就令人发指吧。那么少年皇帝这个刘子业淫乱杀人之际呢，他又听说有个谶言，叫“湘中出天子”。湖南的那个简称那个湘，他就对左右表示说：“哎，我自己要南巡到这个荆州和襄州，借以呢这个肃清这个陈岩。出发之前呢，他还想把这个几个叔叔都杀掉，以免他们留在宫内给自己惹事儿。由此一来呢，就把他几个叔叔吓得要死。”景和元年，就公元465年11月，刘子业的叔叔湘东王刘裕为了保命，就和他手下的亲信叫阮殿夫啊、王道隆这些人加紧密谋，同时呢暗地和刘子业的亲信寿济之啊、什么江产那几个他的禁卫军这个将领啊联络，就准备联手废掉刘子业。寿济之呢这些这个小皇帝的手下呢，他之所以要和这个湘东王刘裕他们联手呢，也是因为这个小皇帝过于喜怒无常。虽然说平时对他们特好，但他无论对谁，只要是哪天他忽然一变脸，只要是这个邪恶少年忽然感觉到自己不高兴，无论你平常跟他多好，是自己的禁卫军也好，是自己的这个患者伺候自己的也好，宫女也好，他随时他就拿刀把你弄死，就会把你脑袋砍掉。因此是真正的伴君如伴虎。景和元年11月30日，也就公元466年1月1日这天夜里，寿济之就是这个小皇帝这个禁卫军的军将，就和几个人啊，让宫内的巫师诱骗刘子业，说华林园竹堂现在有鬼了，咱们可以去射着玩。你看说刘子业说，你说这个确实也荒唐，他就认为真有鬼，信以为真，拿着弓箭带着几个从人就到华林园的竹林堂去射鬼。就是进入这个堂内之后，猛回头，忽然看到自己这个亲信寿济之面目狰狞，从腰中抽出刀来冲向自己。这小皇帝忽然明白过来，拔脚狂逃，边逃还边语无伦次的喊济济济，估计啊是祈求这个寿济之饶他性命。寿济之这个时候没有犹豫，赶上去就是一刀，把这个邪恶的少年皇帝就杀在当地。被杀的时候呢，这刘子业也就17岁。刘子业被杀之后呢，他的叔叔湘东王这刘裕就继位了。这个呢，就是南朝刘宋的宋明帝了。啊，他的谥号是明帝。实际上，这个人啊，也没明白，也没英明到哪里去。宋明帝刘裕呢，这个胖子呢，就是在位6年多啊，派兵灭掉了当时手拥强兵，任江州刺史的刘子业弟弟刘子勋，还有宋国地方的一些方阵的叛乱吧。使得呢，因为那内讧嘛，使得这个宋国的国力呢就损耗很大。当时北魏呢就趁着宋国内乱的时候，侵占了山东和淮北，哎，好多地方。在宋明帝执政晚期呢，他为避免自己死后啊这个弟弟侵夺他自己儿子的地位，宋明帝呢竟然杀掉了曾经和他自己同甘共苦、共患难的2个兄弟刘修仁和刘修佑，还诛杀了先前替自己除掉前废帝刘子业的寿济之啊，就这些人。所以说这个人本性还是很凉薄的。那么公元472年正月呢，宋明帝病死了，时年34岁。他的太子刘裕继位，这刘裕当时才10岁。宋明帝死前呢，遗诏让自己手下的几个大臣，什么蔡兴宗啊、袁粲啊、楚渊啊、刘勉啊、沈攸之，哎，这5个人为顾命大臣，同时命令了萧道成为卫尉，就统领军队，参掌金要。所以说，你看萧道成现在进入了我们的眼帘了。宋明帝去世之前呢，他知道自己的太子刘裕啊年幼，就担心刘氏宗室诸王啊会危及他自己儿子地位，所以说先后把他弟弟什么晋平王刘修佑、建安王刘修仁、巴陵王刘修若，这都杀了。当时呢，宋明帝还有个弟弟，就是贵阳王刘修范啊，他对这个人没动杀心。因为刘裕呢，宋明帝就认为刘修范才能比较庸劣，日后不可能啊成为他自己的儿子的这个威胁，因此呢，宋明帝在遗诏当中呢，还这个下令拜这个刘修范这个弟弟为司空、侍中，给他挺大的官。宋明帝病逝之后呢，你看这刘裕就继位了，这个袁粲啊、楚渊啊、萧道成这些大臣呢，等于是受到遗诏吧，就辅政。刘修范呢，他当时作为宗室这贵戚之首，他也是小皇帝当时唯一健在的叔父。本来以为他自己能进入朝廷中枢，担任宰辅，却忽然发现呢，朝廷对他自己没有这样的安排。为此呢，他心中大感的愤怒。因此，在元徽2年，就公元474年5月，这刘修范就在浔阳大肆征收百姓的船只，亲自率领2万江州大军顺江而下，昼夜极进，就直向健康杀来。对外声称是什么呢？他并不是说要去夺位，要清君侧。为此呢，宋国的朝廷一时间大震，什么楚渊啊、萧道成啊那些文武大臣赶忙到上书省紧急商议对策。萧道成呢，按照计划就进抵建康城外不远处这个新厅，因为当时一商量怎么抵抗这个叛变的这个造反的王爷嘛，还没筑好营垒，刘修范的江州前锋部队就已攻到了。萧道成呢，确实是个老将，毫无惧色，登墙指挥，命令水陆两军对这个叛军啊加以坚决的抵抗。刘修范的江州军马战斗力特别强，但是固守健康的这个政府军呢，在萧道成等人指挥下，他的力量也不弱，因此攻守双方啊，互相这个杀戮吧，互有胜负。期间呢，政府军方面，这个屯骑校尉黄回，还有个越骑校尉叫这个张敬儿的，哎，这两个人就禀告萧道成，就表示说呢，我们两个人先诈降，哎，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刘修范先弄死，先除掉。这个计策呢，萧道成一想，哎，还行。于是，这黄回和张敬儿这两个将领就跃出了建康南垒，放下兵器，向刘修范大呼：“哎，我们要投降，向王爷投降！”刘修范当时还挺高兴，你看我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把这两个将领啊收降之后安排在自己左右啊，就当做亲信来使用，因为从前他们也都认识，毕竟是经常在京城的王爷嘛，这两个将军也挺有名。没多久，张敬儿就趁这个刘修范这个喝醉了，没有防备，随手就夺下刘修范自己的防身佩刀，在酒席之上就把刘修范脑袋当时切下来了。这贵阳王刘修范一死，你想他江州叛军很快就瓦解，头都没了。平叛之后呢，当时身为右卫将军的萧道成由于功高，朝廷呢就升任他为尚书左仆射。实际上他现在已经变成真正的宰辅了。当了宰辅这么大的尚书左仆射这样的大官呢，萧道成的日子呢，哎，却并不好过了。我们要知道，南朝宋国这宋明帝的儿子刘裕继位的时候才10岁，那么在太子东宫的时候，这个孩子从小就喜欢猴一样，没事就爬杆玩耍，爬这爬那，喜怒无常。当时太子的师傅呢，还有包括他左右那些官员，对他都没办法。宋明帝也知道。当时气得经常对这个孩子的生母啊，就陈氏就跟他说：“你没事教训教训他。”他的生母陈氏呢也生气，没事就拿棍子打他。刘裕刚刚继帝位的时候呢，你想宫内有太后、太妃管他，宫外呢还有众位大臣啊，这元勋大臣经营国事。刘裕还没敢怎么放肆，你想当时才10岁嘛。结果等到他虚岁14岁的时候，这刘裕加元服，所谓的加元服就行成人礼了。这以后，宫里宫外等于是都以成人来对待他。刘裕呢，慢慢的他等于是岁数越来越大嘛，现在14、15岁了嘛，他就逐渐的开始肆无忌惮。频频的，他先是出宫去游玩。开始的时候，这个少年刘裕还有个帝王的样子，前后仪仗部队非常齐全。他出宫嘛，后来他慢慢就微服出入了，身边只跟几个从人啊，这些禁卫军将领或者士兵。或者出那个郊野去玩，或者跑到建康的室内啊到处乱转。刘裕的母亲陈太妃啊，她怕儿子出事儿，就常常啊亲自他儿子一走，他就乘那个牛车，那叫独车啊，跟随他。但是那个牛车那个毕竟慢啊，而且一入到这个郊野荒道，刘裕啊他就骑了一匹快马，跑得飞快，转瞬之间这孩子跑得没影儿了。陈太妃肯定追不着，她坐那种牛车嘛。其余的一卫军呢、就是仪仗队啊什么那些人，也怕招惹祸端，就只能停在当地，远远的望着小皇帝啊，跑得没影儿。刘裕的母亲陈氏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宋明帝啊，有一次一高兴，记住了，那阵宋明帝还不是皇帝了，当时他只是宋国的一个王爷，就把他赏赐给李道儿。不久呢，哎。又觉得这个陈氏的这个他又想他了，这宋明帝又把这个陈太妃接回宫中，后来不久呢就生下了刘裕。刘裕呢听着左右的那些这个宫奴什么讲过这段故事，因此呢他出去游玩的时候常常就自称啊、自己是李统或者李将军，就说他也可能知道，可能不是他父亲宋明帝刘裕的亲儿子，是他那个他爹的那个男宠啊，这姓李的那个人的儿子。不管怎么说吧，每次出完，这个刘裕都身穿窄小的衣衫，啊，有随从只有数人。晚上一出去玩，到这个健康这个外头，或者是晚上他就住在旁边的那个客舍当，这个里面，或者呢大白天他就在路旁啊，斜躺着。 与周围一堆什么卖柴养马的商贩啊，买卖交易，啊，即使这个时候别人呵斥他，因为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啊，就看他有的时候也有几个随从，但也不知道他是当今天子啊，没事就还骂他，辱骂他，没事儿。所以说这个小皇帝依然受之。所以说当时你说他这一点还真有点与民同乐那种平民天子的味道，他又没有说那些卖马的商贩或者卖东西什么的一吆喝他，他把人都宰了没有。 史书上还记载，这刘裕这个人啊，就是平常那些这工匠做的什么事儿，他都会，什么裁衣啊、做帽啊，就是过目则能。他只要看别人做一次，他马上就能干。他从来没有催过这个篪，只管便运。什么叫篪呢？篪就是古代的一种竹管乐器，就像笛子，但是有8个孔。就是说，你看他从来没有吹过，看着这旁边音乐家，他宫廷内的乐师吹一下，他拿起来就会吹。 就是天生是一个手工匠人，加上这个音乐家的，反正就是这种料子，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天资都用在那方面了。刘裕继位的第4年呢，等于就是开始就是荒唐了，就每天都出去玩乐。他常常呢是夜里从承明门骑匹快马，噌的一下就出去了，然后呢，早晨才回来，有的时候呢早晨出去，大晚上才回来。 期间呢，他手下的从人啊，都是各执长矛大棒，路上凡是遇见男女行人，包括那犬马牛驴什么的，立时杀死。慢慢的，就是等于他出玩的时间呢，就越来越杂乎，时间越来越长，致使这个健康城内城外的人民啊，感到非常的惊扰。都知道没事，这个从宫里出来的皇帝出来就杀人，因此呢，一时间有时候就道无行人。 小皇帝左右的从人呢，经常在他的命令下携带着什么钳子、凿子、斧子、锯子，看谁不高兴了，或者他心中不高兴，他喜欢这什么呢？就用这些东西杀人，什么把人脑袋给挖开呀，把人的这个心给剜出来啊，没事的把人的这个用那些大斧子或者什么把人的甚至这个阴囊击碎，就是以杀戮为乐趣，还是以虐杀为乐趣。 每天都要杀死数十个这个人取乐，有的时候呢，觉得他不出去，他就把这个监狱内的犯人取出来，但那些人不一定是死刑犯，反正就是犯人嘛，他就把这些人给杀掉。当然，他杀人的时候，有时候毕竟他的随从啊、禁卫军啊什么的，这个实行刑法的时候有面有不忍之色，如果他看见了，刘裕就让那个就是他手下这些禁卫军。 或者是患者立正站直了，他就亲自用那个长槊啊，把这个人刺穿杀掉。不仅如此呢，这个小皇帝刘裕呢，还是位动物爱好者。他在自己那药灵殿内养着几十头驴，而他自己所乘的那个骏马呢，就在他睡觉的床边喂养。每次出门呢，遇见什么婚丧嫁娶啊，刘裕就下马与那些拉车啊、担货的少年们，就是所谓的少年，就是青年。记住，古代的一般说少年都是指青年，什么少年强则中国强这句话的来历，那个少年也是青年的意思。跟这些青年们相坐在一块儿，高歌饮酒为乐。而当时别人并不知道，你看，这丧事、红白喜事啊，参加这些东西，这位衣着普通的小子就是当今天子。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刘裕喜欢杀人，他还特别喜欢亲自动手杀人。对朝廷捕获的各地的，比如说有造反的头目啊，他就常常亲自呢杀死栾戈。有一次呢，他还闻到一个叫孙超的宫中亲信，这个禁卫军军将口中有蒜味儿，他就问孙超吃蒜了吧？这孙超害怕说我没吃。为了证明这孙超吃过大蒜，刘裕让左右的那个禁卫军那个士兵啊抓住这孙超，让他不能动弹。 他自己呢，用刀把这个本来是亲信啊，咔呲把他肚子给刨开了，就看看他肚子里到底有没有大蒜头。结果呢，自然这位孙超呢，这肚肠横流，等于是就被这个小皇帝活活给解剖了。不久呢，又听说有个大臣叫沈伯的，他们家里金银财宝特别多，刘裕就亲自率人马去劫掠，而且他还挺刀冲锋在前，身先士卒，第一个就冲入这沈府。孙勃这个大臣呢，当时正居丧在家，他也没有任何过错。眼看着小皇帝带着兵啊冲进来，就知道自己家族不免这个横死，就扑上前去揪住小皇帝的耳朵，就骂道：“你比桀纣还要坏，日后你也难逃屠戮。”你看左右杀掉了孙勃之后呢，这刘裕就特恨。你看这位大臣敢迎上来揪自己的耳朵，因此他就亲自拿到栾戈这孙勃大臣的尸体来解恨。如果哪天没有杀人，这小皇帝刘裕就闷然不乐，因为他的生母啊多次申斥教训他自己，这个少年很烦，他就让太医有一天就说赶紧给我煮一壶毒酒。太医问您煮毒酒到底干嘛？他说准备镇杀他自己的生母。你说这小皇帝啊，这刘裕坏到这个地步，他连他自己的亲妈都想毒死。那么结果到底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